带你，好，腌制一会儿，等会儿再开吃。红心给我来上一个。腌制了48个小时，我再尝试一个西虾，等我吸出来了，你们再给我双击。失败了，双击不要不要了，怎么总是不成功 ？Hello， 宝宝们，马上开播，要吃大咖了，先叫个大红钳子，虾肉。来吧，老铁们，今天红烧个大爆头，喜欢爆头的老铁，猛戳两。老铁们，澳龙用什么煮？必须要用大锅煮。澳龙怎么吃？老铁们，下完锅等着你们，大碗快来。下锅，祝咱家老铁好事成双。来吧，老铁们，清洗一下咱家的澳龙啊！下个视频咱该干啥来着？洗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了。Hello， 老铁们，静静马上开播，像不像牵了一头骡子？驾驾，来吃个蟹子啊！我来啦，梭子蟹走一个。哎呦，先加料，我去，别跑！来，再把它腌醉了，必须让它醉了，醉了就不跑了。场面，来，老铁们爆个头啊！有末商机。大米，哈喽，老铁们，今天马上开播，来晚了。周末马上来了啊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个是它的苦胆，苦胆要把它摘了。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肝一定要给它挤了，因为有的人吃了会头晕的。这个视频不要双击了，你们学会了就好。